你终于回来了，我还以为你不来参加女儿的婚礼。怎么会啊？哎，我从国外回来，最多损失那几个亿，但是我宝贝闺女的婚礼啊，一辈子就一次。我就知道，爸你最爱我了。女婿呢？以前电话里可没少听你提起过这臭小子。西城啊，他在祠堂招待客人呢。我说你下午才来，他要是看到我爸这么帅气，肯定特别惊讶。好啦，你呀就会哄我这个老头子开心。我说的是实话，谁还不知道我霍廷的老爸不仅富可敌国，而且是十里八乡最帅的男人。行了行了。怎么样，好看吗？美若天仙的，这可是我第一次穿婚服，我一定要跟您拍一张合照。那必须的。好嘞，来啊，来霍总霍小姐笑一下。这是会疼爱我一辈子的男人。闺女，你这样发，不怕西城他吃醋啊？我说的是实话，他吃什么醋啊？爸，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谁都不能跟您相提并论的。哥几个，等我娶了霍婷，我就能做身价千亿、手扶孙族长霍英杰的女婿，到时候咱们可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了。冬哥，霍婷给你戴绿帽子了。你他娘在胡说八道什么？不是，你看呐，他都发朋友圈了，朋友圈了。怎么不接电话？我跟爸爸相处的时候啊，谁都不能打扰，就算是西城也不行。你呀、还是这么任性。这不是宋哥的未婚妻吗？那个男的是谁？你可是我爸，我不跟你任性，跟谁任性？倒是你，都身价千亿的人了，怎么连领带都系不好？这要让李世守看到了，还以为我没好好照顾你呢。知道了，我得乖听听，长大了。霍婷在外面还有别的男人，不行，我得发给宋哥。妈的，竟敢偷我老婆！宋哥，谁能娶霍婷，谁就是霍英杰的女婿，那是一步登天，咱可不能被人给截胡了。我还用你说？娶霍婷是我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。谁又敢跟我抢，我就让谁死。鹏哥，让我们跟我去废了这个狗日的奸夫。爸，我把你妈留在这儿，就是希望她能够有时间时不时的来看看我。现在你结婚了，他在天有灵，也该放心。闺女啊，这个是我给你们准备的结婚礼的，公司10%的股份，我打算啊送给宋西城。真的吗？你对我也太好了吧？只不过这么多股份给西城，您真的不心疼啊？哎。宋西城啊，他是个老实踏实的孩子，他对你好，爸就给的乐意。再说了，一旦你们结婚以后，整个霍家不都是你们的吗？喂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爸，
李师叔到了，我得去接待一下。您记得下午3点来宗祠参加婚礼，千万别迟到了。放心吧，哎，我的宝贝闺女结婚，我一分钟都不会迟到。嗯，去吧。嗯。 宋哥，我昨天刚看完新娘结婚当天出轨的新闻，他这样这狗日的，还结婚在那竟然偷别人老婆，够扎住了！哥，绝对不能放过这个男的，我今天就会要这个贱妇明白，偷人的下场。走。 开门！开门！乖乖，怎么又回来了？你们是？哎，乖乖，我的天啊！你他娘的管我老婆叫了够亲热的呀你！啊？老婆？你是西城？知道还敢偷我老婆？我看你是吃了雄心豹胆了！不是，偷你老婆？你误会了西城。 老子给你就没误会，哎，把他给我带进来，我今天要让这个狗东西知道什么东西该碰，什么东西不该碰。哎，住手！你听我说，我跟你这个狗东西就没什么好说的，给我打！哎，哎，哎。 这张脸长得倒是不算丑，但老子就想怎么看怎么讨厌。你别以为你想抱上我老婆，就算是抱上富婆了，我告诉你，我老丈人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破坏别人家庭的畜生。西城，我就是你的岳父，我英杰。 真当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，1亿，我直接刷，不准再刁难明月。姐夫，你真的能救苏家呀？哼，拿个假卡想吓唬谁呀？苏明月，就你这脑子，难怪会给这个废物白白糟蹋。也是，傻子配瘸子，天生一对儿啊。这张卡呢，只有药圣和四大家族有。 你一个瘸子赘婿，三年来你吃我的，你住我的，现在还伪造张是尊黑卡，来骗我们！真能装啊！拿张假卡，以为自己吃药圣吗？无知之辈，你敢骂我？你个赘婿，你想造反是不是？哎呀，这张卡要是真的的话，那你得是海市首富了吧？就算是海市首富，也没有资格拥有这张卡啊！只会说大话的废物。苏佩，要是这卡能刷出来，你必须为你今天的所作所为给我下跪道歉。好，要是刷不出，你这个残废就得给我跪下舔鞋。 你们没反应啊！别担心，应该是金娥太大，机器处理有点慢。死瘸子，你真能吹牛啊！这根本就是张假卡，赶紧给我跪下舔鞋！姐姐，你放过姐夫吧。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。快滚去伺候李大少！我在这儿，明月哪也不去。大凡，等办完婚礼，西城可就一步登天，成霍英杰的女婿了。 是啊，我早就说过，西城这孩子有出息，霍廷是霍英杰的独女，他继承了霍家，你们老宋家今后可就一步登天了呀！<笑>西城这孩子打小就争气，能被霍家大小姐给相中了，嘿，那是我们宋家八辈子修来的福气呀！<笑>这谁呀？被打得这么惨！ 西城，这大喜的日子，你带这种人来祠堂干什么呀？真是晦气死了！呸呸呸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
这个狗东西，应该在我大婚当日偷我老婆！什么？你真是狗胆包天啊！敢和我儿子抢霍家千金！徐晨，他年纪轻不懂事也就算了，你们两个做长辈的，怎么也当顾名思义？我是霍英杰的亲家，你他妈算什么东西也敢教训我？ 一个偷人老婆的奸夫也敢这么嚣张，真把我们宋家当成好欺负的了！哼，像我这种畜生啊，就该往死里打！啊！哼。徐晨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忠厚老实的孩子，没想到你这么愚昧无耻！我操！狗东西，你还来劲了！齐晨，搜他的身，这种畜生！ 都敢偷人了，肯定还偷了其他东西了。啊！股权转让书？什么？好啊！这个畜生不但敢偷我老婆，还从我老婆手上骗取了霍家村10%的股份。 那可是100亿呀！什么？还竟然骗了这么多钱？不能让这个骗子把这些钱带走！儿子，把这个撕掉！你若敢撕的话，绝对会让你后悔的。哼，我宋西城从小到大还不知道后悔两个字怎么写。嘿，我尚小，现在就算后悔，也没有用了，还敢这么帮？好，我今天倒是要看看谁才会后悔。拿过来！<笑>你别动我老婆的骨灰！哎，<笑>你小子。 骨头不是挺硬的吗？我今天倒是要看看，到底是你的骨头硬，还是这个骨灰坛硬？是啊，你把骨灰还给我，今天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。<笑>既往不咎？你怕不是忘了我老丈人是霍英杰吧？还对我既往不咎？哎，不要走！好，我咋可以？你今天。 给我对着霍家列祖列宗的面，承认是你勾引我老婆霍婷。我只数三，三，二，五岁，我亏。 快点！我该勾引霍婷，我有罪！你给我对着霍家列祖列宗的面前磕头认罪吧！哈哈哈哈哈！现在。 该消气了吧？我有个可以还给我的吗？消气还不够，我要你知道和我作对的下场。不要！不要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给我把他架起来！ 你一定会付出代价的。付出代价？好，我倒是要看看你怎么样让我付出代价。
老子是霍英杰的女婿，今天就是打自己的贱货，说走怎么样？哼！老子今天还要登顶霍氏，整个江城谁又敢让我付出代价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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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们两个把他给我看好了，别让他搅和了宋哥的婚礼啊！爸，婷婷啊，你来了，怎么没有见秦家公呢？我也奇怪啊，按理说我爸不会迟到的。没事儿，秦家公人贵事儿忙，晚来一点也不奇怪。 幸亏岳父没提前到，他要是早到了，非得被气到不可。什么气到啊？你在说什么呢？霍婷，你在装什么啊？自己办的丧事还不敢承认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做什么了？你在大婚当日给我戴绿帽子的事情，在场的每个人都知道了。宋西城。 你别胡说八道了！我爸今天专门赶来霍家村，为我举办婚礼，谁要是再敢胡说八道，别怪我霍婷对你们不客气。我胡说八道？啊！奸夫都已经被我人赃俱获了，岳父最讨厌的就是破坏别人家庭的人。等他来了，我一定让他替我好好的主持公道。人赃并获。 我根本就没有出轨，你是不是抓错人了？我怎么可能抓错？好了，西城，这大喜的日子非要提这些干什么呀？今天是咱们大喜的日子，我也不与你计较。只要你答应我，以后不再跟你野男人交往，今天的事情就算了。我霍婷行得正，坐得直。既然你说我跟别人通奸，那你就把人带出来与我对质。霍婷。 你就非要把事情闹得这么僵吗？那个奸夫都已经亲口承认了，他与你偷情的事实，在场的每一个人也都已经听见了。是啊，大小姐，那个奸夫可是当着霍家列祖列宗的面亲口承认了你们的奸情。大婚当日和奸夫偷情，你太欺负我们老实人了。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，你还想狡辩吗？你们把我霍婷当什么人了？ 既然你有证据，那你就拿出来。要是没有证据，那这个婚别结了。好，你要证据什么？我给你证据。股权转让书，这不是爸给西城的见面礼吗？这东西，你从哪来的？你从哪来的？从那个野男人身上挖出来的。你是说有这份股权转让书的主人就是那个奸夫？不然呢？现在整个江城除了你霍婷，还有谁有权利弄到这股权转让书？所以说，你以为是我给那个所谓的奸夫的？没错，现在证据都已经在你手里了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 小婷啊，你说你在外面随便玩玩也就算了，那霍家村的股份你怎么能随便转给外人呢？你肯定是被那个奸夫给骗了，幸好我们西城撕了转让书，要不然呀，那亲家公那边就不好交代了。是啊，我们这么做可都是为了霍家好啊。这么说，我还得谢谢你们了。都是一家人，说什么谢不谢的啊？好了好了，咱们还是赶紧把婚礼举行了吧。就是就是，问你都太久了，亲家公来了会不高兴的。举行婚礼？宋西城，你到底把这份股权转让书的主人怎么样了？你就这么心疼他是吧？好，我实话告诉你，那个野男人。 我已经替你教训过了，教训？你都对他做了什么？你就这么心疼他是吧？老子是你未婚夫，我教训一个野男人怎么了？你管他叫野男人，
小婷啊，今天的事啊，都是那个奸夫的错，你们小两口何必为了他吵架呢？注意啊，不能因为这要破坏你们夫妻的感情。那个奸夫啊，让我说死不足惜。所以你们认为他是奸夫就伤害他？那个奸夫，我教训他都算轻的。今天就算我老丈人来了，也一定会站在我这边。董西城，你到底把人带去哪里了？这个大小姐也太不检点了，自己出轨有错还这么嚣张，这有钱人都这副德性也太欺负人了。你现在很想让那个奸夫消失是吧？我已经替你处理过了。宋西城，我劝你立刻把人带出来。等岳父到了，我自然会把他带出来，到时候我还想请他老人家替我主持公道。宋西城，我再说一遍，立刻马上把人带出来。他要是有了一点闪失，你们在场的所有人都得给他陪葬。宋哥，怎么办？那个西城啊，要不你就把那个人给带出来吧。是啊，西城，那奸夫带出来吧，反正秦家公来了，交给秦家公来收拾他。婷婷，我承认刚刚对你说的那番话是有点重了、啊。但是我做这一切可都是为了咱们霍家的股份啊。最后一遍，给我把人带出来。他难道真的是秦家公？怎么可能啊，他看着还不到30岁，这怎么可能是你爸呀？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是我岳父？喂喂，我的天，秦丽，对不起，你爸爸打死了。爸，我怎么样了？没事的，一定会没事的。叫医生，快叫医生给我办检查！医生，快过来！爸爸，谁干的？是谁把我爸打成这样的？是你？没有，是你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还是你们？还是说你们人人都有份？婷婷，你听我跟你说，听你说什么？听你怎么伤害我爸？婷婷，你听我跟你解释。解释什么？那是我爸生我养我的亲爸。自打我妈去世后，他怕我伤心，就没有二婚，一个人把我拉扯大。婷婷，我错了。你知不知道我爸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。婷婷，你就给我一次机会，就一次。我亲自挑选的老公竟然把我爸打成这个样子。我和我爸说你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好人，我爸他相信你，把你当作亲儿子一样对待，但是你是怎么对他的？我以为他是奸夫。你以为他是奸夫你就可以这么对待他？那他受的伤要怎么算？我问你，怎么算？这么算？这么算？还是这么算？都不够，你们这么多人欺负一个老人，别以为就这么算了。静静，没那么容易。婷婷，我真不知道他是岳父。是他，都是他，是他告诉我你给我戴绿帽子的，要不然我也不会那么生气。嫂子，这也不能怪我呀，这不是你发朋友圈说他是疼你一生的男人吗？我爸不是疼我爱我一辈子的男人，谁是？你吗？你配吗？我没想到你不但愚蠢
还没有责任心，你自己不长脑子吗？带着一群狐朋狗友为所欲为，你就是一个愚蠢无知残忍的贱男人，是我瞎了眼才看上你这种畜生。婷婷，这都是误会，都是误会呀。是啊，婷婷，我们不是故意对亲家公的，这是完全就是一场误会。误会？误会就能把一个无辜的人伤成这样吗？是谁给你们的胆子？是谁给你们的勇气？还是说你们觉得法不责众就可以为所欲为？我们不过就是认错人了，打错了而已，你还能把我们都送监狱啊？还敢在我霍家面前耍无赖？陈秘书，这些伤害我爸的人，你说要判什么罪？我们霍家有最好的律师，我保证可以让在场的每一位都判为杀人未遂，让你们把牢底坐穿。好，那就从他们开始吧。来人，要干什么？你知道该让这三个坐多久的牢？大小姐放心，我们拥有全城最顶尖的律师团队，我保证让他们三个进去蹲一辈子。拿下。大小姐，我知道错了，求你了，原谅我吧，大小姐。现在知道求饶，晚了。带下去。谁再觉得法不责众，这三个就是你们的下场。陈秘书，最查监控，对我爸动手的还有什么人？好，婷婷啊，不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我们真的不知道他是亲家公啊。你看来我们不知者无罪，你就放过我们一马吧。不知者无罪。不知法就能犯法吗？不知道是谁就能伤害别人吗？还是说你们宋家就是这么嚣张？不是婷婷，我们家以前不是这样的。那你是觉得放上我们霍家就能为所欲为了？这还没进我霍家的门就已经这么嚣张了，要是成为一家人，那你的尾巴不得挑到天上去？小婷啊，我们平时真的不是这样的，这就是个意外呀。大小姐，是不是监控调出来了？你们比我想象的更加嚣张残忍恶毒。婷婷，婷婷，我真不是故意打岳父的啊。婷婷，我去你的。是不是故意的已经不重要，他们怎么伤害我爸的，我要让他们全部都尝一遍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架起来，他是怎么对霍老爷的，双倍奉还。忘给我。你们最好祈祷我爸他没有事，要不然我保证你们每一个人的下场都要比他惨。你就是用这根棍子把我爸打得头破血流的？别打了，别再打了。我爸教过我与人为善，但他也教我以牙还牙。女儿，够了，够了。爸，爸，乖女儿，不要为了这种人渣脏了自己的手。爸，你没事了？没事，你爸这身子骨啊，硬着呢。亲家公，你没事就好。今天这事儿都是个误会啊。离我爸远点，你们伤害我爸的事儿还没有算完呢。岳父，对不起岳父，我是看到了婷婷发的朋友圈，我才以为你是那个奸夫，我真的不知道您是我岳父啊。我这裤子你弄脏了还赔不起。岳父，我知道婷婷是您亲自带大的，我也知道婷婷一直拿你当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我也给我爸妈他们说过，您是我这辈子最值得尊敬的人。亲家公啊，我们家西城真的只是一时糊涂啊。你们这些话还是留给法官去说了。岳父，我真知道错了。你只是知道你要付出代价了而已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你们说他一时糊涂，但是他逼着我在霍家的列祖列宗面前跪下，还要承认跟我女儿有奸情的时候，清醒得很。什么？你这个畜生，
不，我真不知道你是我岳父。我要知道你是我岳父的话，你就是给我8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打你啊。我早就和你说过，是霍廷的父亲霍英杰。可惜你不辨是非，不分青红皂白，嚣张跋扈，为所欲为。你这个胆啊，还要我给吗？对了，我现在告诉你，这个股权转让书啊，就是我本身打算送给你的结婚见面礼。可惜你把它给撕了。什么？那份转让书是给我的？哎呀，就差这么一点点，我苏家就是百亿富翁了呀。100亿啊，我就是十辈子我也挣不了这么多钱。我早就和你说过，你撕了就别后悔。100亿啊。岳父，我求求你，我不要10%了，5%，啊不，1%，我就要1%就行。我保证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对待婷婷的。愚昧无知，贪得无厌，像你这种人，根本不配获得我霍家的一分钱。是你，都是你，是你让我撕了他的。说不是因为你，我都已经成了百亿富翁了，这怎么能怪我呢？啊，不都是你说的亲家公是奸夫的吗？要不然我也不会让你把那东西给撕了的。都是你，都是你！你这个畜生啊！你连你妈都敢打，我就不敢相中你这个畜生！你够了，这里是霍家祠堂，不是你们打架的地方。你现在看清楚他们宋家人的嘴脸，是我看错了他宋西城，看错了他们整个宋家。婷婷，我不要股份了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我只求你，就看在我们这5年来感情的份上，你就饶过我这一次吧。我保证以后结了婚一定会好好对你，好好对岳父的。你现在还想和我结婚，还想进我们霍家的大门？婷婷啊，你再给西城一次机会吧，爸保证西城会悔改的。他要是不改，爸打断他的腿。我这辈子只有一个爸，你也配自称是我爸？婷婷啊，这西城这挨打也挨了，我们都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们这一回吧，要不然我就跪在你前面哭起来了。是呀，霍大小姐，梅姨都给你下跪了，你就不能原谅他们一次吗？可不是嘛，不管怎么说，梅姨也是你的长辈呀，长辈给你下跪那是要折寿的呀。你们这群无耻之徒，我爸挨打的时候你们怎么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他说话，现在还想道德绑架我？你不是要跪吗？那现在就跪下，不过不是跪我，而是跪着向我爸谢罪。我只给你们一次机会，陈秘书，他们要是不跪，立刻把他们送进监狱。都是你这个嘴！三，跪、啊！哎呦，我们跪着给你谢罪了。婷婷，你看，我爸妈都向你跪下认错了，你就原谅我们吧。谁说我要原谅你了？你伤害了我爸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原谅你。宋西城，我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分手。我宣布，婚礼取消。宋家立即退还我给女儿准备的10里嫁妆。听说霍家的10里嫁妆价值3亿，这宋家真的要退还霍家的10里嫁妆，就真的一无所有了。我看这宋西城他就是活该，大婚当天非要闹这么一出，自己把改变命运的机会给闹没了。不行，霍天的彩礼我不能退。不能退？你们真以为宋家可以为所欲为，私吞我霍家的彩礼吗？陈秘书，他们如果不还嫁妆的话，该怎么处理？如果不退，3亿的数，足够让你们一家人牢底坐穿。
西征啊，还是把钱还了吧。哎呀，不是我不还，是我现在根本都没有钱，我的钱都我输光了。什么？你？我本来想着和婷婷结婚，钱没了就没了吧。可是我现在真的拿不出来了。宋西城，我从前怎么没发现你是这么个败类？我不管你们有没有钱，这三亿的嫁妆要是少一分，我要让你们宋家家破人亡。岳父，岳父，岳父，我求求您了，我知道这三个亿的彩礼对霍家来说算不了什么，可是你对于现在的我来说，你就是要了我的命，我也拿不出来呀，岳父。三亿对我霍家来说的确不算什么，但是我不想放过你。霍家人这么有钱，损失三个亿真的不算什么，但是为了这三个亿逼死宋西城真的是太过分了。这有钱人果然都是群没良心的。你们应该是宋家的亲戚吧，既然你们这么说，那这三个亿你们替他还。是宋西城赌光了霍廷的嫁妆，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既然你们不还，就别在这指指点点，真以为我霍英杰好欺负吗？宋西城，现在还钱天经地义，这个钱你如果还不上，我保证今后你在江城再无容身之地。你就非要把我往江上逼吗？怎么，你怕了？晚了，我早就和你说过，放下我老婆的骨灰，我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甚至这三个亿我都可以不要，但是你一定要把我老婆的骨灰给妈。嗯，妈妈的骨灰，妈妈怎么了？妈，那居然是青天母的骨灰。宋西城砸的那坛骨灰原来是霍氏族长最爱的妻子的。霍英杰为了他一生没有再娶，没想到宋西城竟然犯下这种滔天大祸。我本可以饶了你，可你千不该万不该砸了我老婆的骨灰。我，你这个人无法无天，真应该被碎尸万段。我不知道，我真不知道那是岳母的骨灰啊。一句不知道就可以逃脱罪责吗？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？婷婷，岳父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这都是误会。你打我爸是误会，毁了我妈的骨灰是误会，你们宋家怎么这么多误会？我老婆从我一个穷小子开始跟着我，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，我舍不得她，所以把她留在了家里，睹物思人。没想到你又砸了她的骨灰。我把你弄回来。滚开！你既然敢做，就要付出代价。我要你宋家九族之内一无所有。宋西城砸了你老婆骨灰，你凭什么连累我们？霍英杰，你是霍家族长，我们敬你三分，但这并不代表你就可以为所欲为。你们帮着宋西城如母伤，在他砸我老婆骨灰的时候嚣张狂笑，你们都是帮凶。霍英杰，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啊！什么叫我们是帮凶？所谓说祸不及家人，别说我们没有参与砸你老婆的骨灰，就算我们参与了能怎么样？打烂个骨灰又不犯法，难不成你想让我们这些活人去为一个死人坐牢吗？江城是有王法的，不是你霍英杰一个人就能只手遮天的。我霍英杰是没什么大的本事，是收拾你们几个还不是少。族长有令，封杀宋氏一族，宋家人以后只配做乞丐。什么？我被公司裁员了，还不发补偿金，还要全行业封杀？什么？儿子都被收了，我们只能睡大街了？完了，全完了，宋家全族以后只能当乞丐了。族长，我错了，族长，求你放我一条生路吧，这一切都是宋西城惹的祸，和我没有任何关系啊，族长。我说了，要让宋西城九族之内一无所有。呸！今天开始，我和你们宋家断绝一切关系，永不来往。
赵锡成，你伤霍家族长，毁霍老夫人的骨灰，你就算畜生！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家与你恩断义绝。是你和宋锡成断绝关系的人，我都可以放你一马，自行离开我家。走，快！哎。你别走啊！现在该轮到和你们算总账。婷婷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就求你，看在这五年来我对你这么好的份上，你快求求你爸，让他饶过我这一次吧。哎。宋锡成，你的婚结完没有？我肚子里可还怀着你的种呢。宋锡成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抛弃我，我就去找霍家曝光你的行径，让你老婆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渣。你谁呀、啊？你打错电话了吧你？我根本不认识你。宋锡成，你跟老娘耍无赖是吧？你别忘了，你亲口跟我说结婚后就弄死那个黄脸婆，让我儿子继承霍家的。宋锡成。看来我之前对你了解的不够清楚，都是假的，他是在说谎，是真的。宋锡成亲口告诉过我，他跟大小姐在一起就是为了霍家的财产，他真正喜欢的是他的白月光。什么？王八蛋，你说什么呢你？村长，我可以告诉你关于宋锡成所有的脏事，只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放我一条生路吧。不可能，你伤害了我爸，别想逃过制裁。如果你愿意都说真话的话，我可以放你一条生路。宋锡成说过，他还要等到跟大小姐成婚之后害死大小姐，然后霸占霍家的财产，他还要把他的白月光啊带到婚房里去住呢。你胡说八道！我可没胡说八道，我有录像啊。好啦好啦，我知道了，宝贝儿啊，嗯，放心吧。我怎么可能会爱上霍田那个婊子呢？他就是我的一个上位工具而已。等我们俩结了婚，我就把他给毒死，把你接到我们婚房子来住。他娘的敢害我！我去你的吧！大小姐对你那么，你是这么对大小姐？你就是个王八蛋，你是个畜生，你死有余辜！把这个女人给我带过来！走！你们居然敢绑架我，真是疯了！你知不知道我男人是谁啊？我男人可是霍家的女婿宋锡成。那你知道我是谁？我管你是谁，你爱是谁是谁，赶紧放我走，不然我让我男人弄死你们。我叫霍婷，霍大小姐。宋锡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不是要弄死我这个黄脸婆，让你们儿子继承我们霍家的家产？啊，霍大小姐，这不是我说的，他说的，宋锡成说的。你要抓抓他，你别抓我。你也敢背叛我？这群畜生，罪无可恕。张秘书，像他们这样，依照法律该如何处置？按照法律，宋锡成谋杀大小姐未遂，至少应该判十年。岳父。组长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饶过我这次吧，我求求你了啊！十年，太少了。我们霍家的律师就是为处理这种人渣而存在，如果他们出手，牢底坐穿都是最轻的。不够，组长，里面的人最痛恨这种出轨杀妻、灭绝人伦的畜生，我保证，让他在里面天都断绝了。好，还有。他们俩生出了这么样一个畜生，又该当何罪？他们也应该牢底坐穿。爹我饶命啊！饶命啊！爹我饶命啊！饶命！饶命！爹我就依照这样去办，记住，一定要让他们付出最惨痛的代价。来人，把他们给我带下去。爹我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爹我。是我识人不清，才发生了这种事情。闺女，通过这件事情能够看清这个人，
也算是性命。老婆，你放心，女儿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的照顾，不会再让她受到任何伤害。嗯，